无数硬币从屋子里爬了出来，他们汇聚到一起，来到桌子下面，开始往上爬，一个接一个的摞到一起，好像在编制一件工艺品。就在刚刚，茶杯不停地晃动，从里面钻出十个钢镚，桌子上的硬币也蠢蠢欲动，穿过满是白砂糖的桌面，一个个从桌子上走了下来，就连水槽里也钻出好几枚，顺着洗碗池往下爬，沙发抖个不停，从缝隙里钻出一枚枚硬币，我了个乖乖，竟然有这么多，而裤兜里的硬币更多，一个个从里面冒了出来，钱包也受到召唤，张开大嘴，吐出一枚50块的金币，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，来到客厅后，朝餐桌爬去，顺着桌子腿往上爬，随后一个个叠在一起，他们分工明确，没一会儿就排了99层，定睛一看，怎么像一只拖鞋？这时最后一枚金币才姗姗来迟，正好落到中间，那么问题来了，你家角落里有这么多硬币吗？